么就允行，多多，敏智，还有小梅子，不要。好，刚才叫到名字的人上来各拿一个花盆，暑假期间要好好的照顾，希望同学们有一个快乐的暑假。什么地毯花啊，真是麻烦。哎，哦，我拿到的是香草，哎，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吃。我的花盆很小，真的太好了。太过分了吧，啊，在我面前说得出这种话吗？到底要我怎么照顾啊？不过到底是谁带这么大的花盆来的？那个是从我们家带过来的，那个可是醉蝶花哦，照顾花草是有气质的人才会做的事，小梅子你可能很难哦。什么？你是说我没有气质吗？不介意我偶尔去确认一下我的花好不好吧，请你有个快乐的暑假哦。你们几个也认为我没有气质吗？为什么不回答？祝你有快乐的暑假，再见。开学时间了。耶，放暑假了，现在开始我要开开心心的玩。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，玩什么玩什么。放假了却不知道要玩什么。喂，你好。小梅子吗？我是恩熙，我是想确认我的醉蝶花怎么样了。哎，才刚放假而已，跟刚刚一样过得非常好，不要再打来了。这丫头是故意找麻烦吧？我看看哦。非你的奉献，就是我爱你，我要以正义之名。妈妈，花要怎么照顾才可以？植物要在户外让阳光照射，还有要淋雨才会顺利长大。是吗？所以花盆应该要放在外面吗？当然要放外面啊，大自然会自己看着让花草树木长大的。原来如此。大自然中快快长大吧。天气太热了，根本没办法玩，真的好热好热。喂，你好，小梅子，我是恩熙。我的醉蝶花怎么样？很热，不说了。哇，好热啊！快了，我的醉蝶花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啦？我听妈妈的话，放在外面花才会枯死的。天气这么热，又不下雨，才会这样。你不是说大自然会看着办吗？那你就不要来问我，去问大自然呐。我不该相信妈妈。千万不要死啊！小梅子，你果然没有照顾花的气质。老师，小梅子最后还是让醉蝶花枯死了，是吗？花还是枯死了，真没有气质。不可以，不能变成这样了。醉蝶花，你绝对不能死掉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小梅子家。是我，我的醉蝶花怎么样了？
是小梅子家？我的醉蝶花怎么？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小梅子。我知道你的家里有一盆醉蝶花，花怎么样了？你是恩熙吗？不要闹了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小梅子，不接我的电话是吧？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浇了这么多水还是没有起色，醉蝶花是不是生我的气啊？每天都浇水就要活过来啊。哦，是谁啊？你好，我是来收牛奶钱的。可是我爸爸妈妈现在都不在，请下次再。你好吗，小梅子？你还送牛奶啊？说什么？因为我怕你不开门，才找别人帮忙的。你来做什么？哼，我想确认我的醉蝶花好不好，所以亲自找上门来。我可以进去吧？现在不行。那个，其实是这样的。我爸爸妈妈说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绝对不可以让送牛奶的人进来我们家。我说了，我没有送牛奶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我又没有带雨伞。我要快点进去收衣服了。那再见了。哎，小梅子。哇，太好了。暑假期间竟然只下了一场雨，好热啊！我已经没力气浇水了。妹妹，你跟弟弟去外面帮姐姐浇水好不好？我也很热，就当做是玩水啊，去花园浇水，顺便可以玩水。对了，可以玩水耶！那我要去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像这种时候，弟弟妹妹也有用处。那我就进去写我的暑假作业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怎么搞的？到底有没有好好浇水？我们玩水的时候都浇了水呀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既然有浇水花，怎么会枯死啊？看到大家这么健康，老师真的很高兴。明天开始就是下学期了，希望有快乐的学校生活。对了，花盆要放回原来的地方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放假那天把花盆带回去的同学都带来了吗？就算会成为笑柄，还是坦白说出来比较好一点。反正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，快点说出来，快点受罚会更好。老师，允熙，什么事啊？就是我带回去的地毯花枯死了。什么？还有，我带回去的香草也一样枯死了。对不起。是吗？今年夏天确实很热，雨水也很少，毕竟是自然现象，我们人类也无可奈何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从明天开始用功读书，今天就早一点回家做准备吧。哇，太好了。你们果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干嘛了？我是个哥哥。醉蝶花最后也枯死了吧？我就知道会这样。对。玩水，我要玩水。弟弟，
姐姐的花已经枯死了，不需要再玩水了。不要不要，我还要玩水。真是的，弟弟妹妹这么认真的浇水，怎么还会枯死啊？你要多喝点水哦。弟弟，你都是这样浇水的吗？我浇了很多水，很多很多。千万不要让小梅子知道。小梅子，我们去吃辣年糕好吗？我的零用钱花完已经一个礼拜了，太久没吃零食，嘴唇都会发抖。一点都不吃累了，太大了，还是吃好酸哦。那个是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前面那个冰淇淋店有促销活动，所以龙卷风冰淇淋特价，只有今天哦。龙卷风冰淇淋，那个特价以后是多少？500块。给我500块，真的就这一次了？在我进棺材之前，绝对不可能。真是的，为了区区500块，有什么好吵的吗？爸爸，给我500块呀！爸爸连50块都没有。如果真的需要，就自己去赚。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做。来，身子别硬啊！我办到了。敏智，是我。练打烊之前去吃龙卷风冰淇淋蛋糕。不可以！太窄了，手伸不进去。快点冲过去拿鸡毛掸子过来，快点啊！成功了，好像碰到什么了。绝对不能说，你们知道吧？不是说要来我家玩吗？怎么又叫我们过来？你爸妈今天不在家吗？你们要帮我们的忙，把柜子推开。为什么？好，用力，准备好了，非常好，可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土拨鼠！那是土拨鼠哎！土拨鼠！姐姐，你们看。不过土拨鼠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好像还很小哎。真的好可爱哦！我的天啊，它肚子好像很饿。没有妈妈吗？它是自己住吗？什么自己住？这是什么话？以后跟我们一起过吧，对不对，图图？图图，怎么样？喜欢这个名字吗，图图？可是小梅子，土拨鼠是野生动物，野生动物不可以养在家里面，而且爸妈知道的话，绝对不可能。吐出来！有同学来吗？叔
卧房里吗？被发现就完了，快点进去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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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回去，快点！他们是怎么了？下传出了奇怪的声音，我猜是老鼠闯进来了，所以要放老鼠药。这个是涂了老鼠药的面包，你们千万不要拿去吃了。老鼠药，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？图图，图图，姐姐有点不对劲，他听到我们的声音就会出来呀。图图，图图，小孩子的老鼠呀，救救我们图图，这是什么呀？姐姐，图图没关系吗？他又还没好，我们不应该让他睡在柜子底下才对。吃了老鼠药之后一整天没吃东西，妈妈现在应该睡了吧。真的太好了，图图好像没事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老婆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脸上有奇怪的味道啊？哪有什么奇怪的味道？对了，今天会有几个人来家里呀？三四个职员，还有部长也会来。这一次关系到我能不能升迁，要好好表现哦，老婆。哎呀，嫂子，怎么准备了这么多菜？啊，哪里哪里，你们都饿了吧？快点进来坐啊。你们好吗？哎呀，好好好，你们三个真是有礼貌的好孩子啊。部长过奖了，害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对了，崔科长，我们可以参观一下你们家吗？啊，今天不可以。哎呦，这些孩子，房间怎么乱七八糟的，还不快点把衣服跟坐垫收起来。哎呀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小孩子的房间都是这样的，虽然不大，不过却很温馨呢。你叫小梅子是吧？有用功读书。部长！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我们家呢正在整修地板，不对，因为地板出了点问题。那么这个房间没问题吧？这里是没有问题的。哇！部长，我可以做到。那个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快点进来，图图，快点吧！啊，这样不行，这家伙动作太快了，
快点把洞全部盖起来。哥哥，请让我们跟他做最后的道别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有任务在身，要赶紧回去。上学了。嗯，尤利亚，用力敲下去，做得好。这怎么回事？里面的土拨鼠跑去哪了？哦，已经结束了。走吧，如果是真的土拨鼠，一定更好玩。就是啊。我也没。小明子，等等我！你怎么无精打采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爸爸！今天做什么好呢？你们两个等一下！你们今天要不要去我家玩啊？干嘛？你家里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是啊，我爸爸昨天买了新的游戏机给我。只玩一个小时就要回家哦，就玩一个小时。多多，你确定可以一个小时之内把松饼烤好吗？什么？当然了，我一到家就会跟我妈妈说。哎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不过呢，如果先打电话跟你妈妈说，会不会比较快呢？爸爸。嗯？哈哈啊！这林俊的叔叔居然是多多的爸爸？这不可能！爸爸！哎！果不其然啊！我们善多放学回来了吗？是啊，爸爸已经下班了吗？不是，我把文件放在家里，所以回来拿呀。他看起来好慈祥哦。是啊，而且多多跟多多的爸爸长得很像，看了心情会很好。你们是善多的朋友吗？伯伯您好。好好好，你们跟善多玩得开心点。来，用这些钱跟朋友去吃好吃的东西吧。谢谢爸爸。好嘞。那我们走吧。是。我觉得你爸爸真的好酷哦。对啊，说拿去买好吃的，然后从皮夹里刷拿钱出来。嗯，真的太酷了。没什么啦，来，快点进去吧。嗯，对一下，停车，停车，停车。冷掉之前快吃吧。谢谢。回去吧，敏智。啊，这么快？小梅子你一次都还没玩哎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今天不是很想玩。怎么啦，小梅子？那就先把松饼吃完以后你再吃完了。那敏智你留下来继续玩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小梅子，唉，如果我爸爸也是有自己车的社长，又是超级有钱的人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小梅子，
是草莓呀、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帮我爸爸做生意。做生意？这么说那位是？那个是，是烤地瓜。草莓好好，可以每天都吃到香喷喷的烤地瓜。哎呦，这个可爱又漂亮的女生是我们顺奇的女朋友吗？叔叔你好。哎呀，你等一下，是我们顺奇的女朋友，叔叔包一些地瓜给你带回去吃吧。好哎、欸，不用了啦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只是同班同学而已。哎，不是你女朋友啊？这样的话，哎呀，是不是装太多了？不可以，草莓，我们的关系，你跟我的关系，真的只有那样而已。爸也真是，给他那么多地瓜，那我们卖什么？你这小子，不可以对你的朋友那么吝啬，更何况又是女朋友。我都说不是了吗？真的不是吗？草莓的爸爸好大方哦。不抢。爸爸，是我的宝贝。天哪，哪来的烤地瓜？是我同学的爸爸送的，他在卖烤地瓜。哎呀，怎么有这么好的事？这下赚到了，赚到了！啊，好烫，好烫，哎呀，好烫！我要吃，爸爸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爸爸，你怎么可以吃两个？吵死了！我是家里的长辈，所以要吃最多。爸爸，先把手上拿着的吃完再拿啦。小梅子，敏智，刚刚你怎么自己走掉啊？叔叔你好。好，敏智你来。爸爸。小梅子，被骗了吧？叔叔，你做了什么？爸爸！小梅子，你爸爸真的是很有趣的人哎！我一点都不觉得有趣，我都快要丢脸死了。小梅子。爸爸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在书房啊？哦，我出来喝咖啡，你有没有要喝热可可呀？好。哎呀，对了，敏智，书房是什么？书房是我爸爸用来阅读或读书的房间。什么？你爸爸会阅读跟读书？为什么？我爸爸叫一放假。哎呀，不要整天躺着滚来滚去，利用假日看看书或去运动，充实一下自己。做那个很累，干嘛自找麻烦？用苹果汁跟橘子汁写无字天书。小梅子，这是今天科学实验的作业，一定很好玩。哎，我动都不想动，干嘛自找麻烦？什么嘛！我怎么做出跟爸爸一样的行为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敏智，你在干嘛？动作快一点！好，知道了。来，毛笔跟白纸准备好了。小梅子，我用模拟器把苹果磨成泥，你剥好橘子。小梅子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留一片的。哎呀，看样子你们正在做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呢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要写无字天书。我很好奇。我爸爸呢？爸爸，这是跟父母亲一起做的作业。小梅子，快点进来这里面，快点。快了！爸爸，我讨厌！
爸爸有天壤之别啊。我看看我们敏智在无字天书里面写了什么呢。讨厌了爸爸，这是哪招？我看看啊。我不是说不要看吗？爸爸讨厌。爸爸也非常爱敏智啊。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你又要去什么地方啊？外面很冷哎。哎呦妈妈，可是我已经跟朋友约好了。好了，你去吧，不过不可以太晚回来哦。老公你真是的。那我出去了。小妹子，可不可以让爸爸也一起玩呢？绝对不可以。小梅子，你怎么啦？这么晚才来？东西都准备好了吧？太好了，我们开始吧。你们这些家伙！爸爸，爸爸怎么会来这里呢？我漂亮的女儿这么晚出去，因为太担心，所以跟来了。好体贴。原来你们是要……爸爸不是那样了，因为今天是正月十五。原来你们为了玩烟火才集合的。被发现了。我们只是想轻轻的、小声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要很小心。这一定很有趣，一起玩吧。我看看。是这样子对吗？哎呀，想起我小时候了。还有这种东西很危险，一定要跟大人一起玩哦。是。小梅子，你爸爸真的好酷哦。什么？对呀，我好羡慕你，小梅子。哎，我爸爸每天都忙着上班。我爸爸每次都叫我读书。我爸爸每天都说很累，都不会陪我一起玩。是吗？好羡慕你有这种爸爸哦。孩子们，你们在干嘛？要让叔叔自己玩吗？不要，不要。是真的吗？我的女儿！哎呦，已经到七点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看看哦。一宿。第八个战士，地球的和平由我来保护。真，我不是叫你要小心吗？那个家伙很危险。哦，汤姆，拜托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好吗？我现在证明给你看。外星人出自于本能，会为了保护自己非常迅速的移动。汤姆，救救我！看来没有办法了，以和平和爱之名变身。汤姆，对不起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没关系，真，不过你要记住一件事。
外星人会随时变成跟我们同样的面貌，存在于我们的周围。哇！我是阿特战士。啊！呀！是谁？是哪个家伙关电视？还问有谁？是你妈！你快点去写作业啦！怎么每次都只拿我开刀？美美跟弟弟也一起。他们呢？快点进去写你的作业，你是年纪最大的，怎么都比不上弟弟妹妹啊。外星人会随时变成跟我们同样的面貌，存在于我们的周围。没错，我一定也可以把外星人找出来。外星人是吧？对了，还有那个。舅舅来的时候看的杂志，我记得里面有关于外星人的内容。啊，找到了！外星人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超强能力，或许就在离你最近的地方隐藏身份，过着平凡的生活。在我附近隐藏身份生活的人，哇，原来如此啊！嘿，我的周遭确实有这样的人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开始上课了。仔细想想，敏智虽然只是平凡的国小学生，但有太多可疑之处了。跟朋友玩的时候，他绝对不缺席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这次的期末考，我们班敏智得到第一名，鼓掌。成绩却可以总是维持前几名。再加上钢琴，甚至是画画都非常的出色。不管怎么想，都觉得很可疑。啊，小梅子，吃完辣年糕再回去吧。今天我请你吃。敏智为什么突然要请我吃辣年糕？啊，该不会是察觉到我怀疑他了吧？我认为有必要确认一下。外星人出自于本能，会为了保护自己非常迅速的移动。小梅子，你在做什么啦？你为什么没有避开？什么？你突然泼水，我哪来得及避开？可是如果是外星人，要用本能避开吧。什么？外星人？所以你怀疑我是外星人是吗？因为你很聪明，各方面都很出色。小梅子，跟你比起来，我对运动一窍不通哎。如果是外星人，力气也要很大吧？可是我的力气也比你小很多啊。是这样没错。敏智，对不起哦，因为急着找外星人，我才会。你要继续找外星人吗？当然喽，我一定会找到的。姐姐，快来吃地瓜吧！才刚吃完饭而已，不是吗？那姐姐都可以让给我吃吗？好开心！看她的长相，很难想象她会这么贪吃。没错，是美美。首先，我们一点都不像姐妹，因为她太漂亮了。好漂亮啊！她从小就是这样，凭着漂亮的外表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。吃相，如果是人，不可能吃得这么快。
没错，我一定要确认。青鱼、鲷鱼，新鲜的海鲜通通半价，今天半价大放喽！通通半价，就是现在！嘿。我全答应你，是真的吗？嗯，那姐姐帮我算数学吧。嗯，这个你真的不会算吗？你不要帮我算，那好吧，妈妈，姐姐帮我算。我马上帮你算，我会帮你算啦。是啊，他应该不是外星人，外星人哪有这么笨的？孩子们，今天晚餐可以吃烤鱼吃个够，趁着半价我买了一大堆鱼，暂时不用担心晚餐的菜色了。怎么会这么有力气？没错，妈妈非常可疑。哎呀，没错，妈妈的确有超能力。好，上手！可怕的做家事速度，别人不会特别注意的物品。哎呀，好可惜呀、啊！强壮到无法想象的肠胃。只好确认一下。在做什么？妈妈果然是外星人，没错了。没头没尾的，到底在说什么啊？还不快点去写作业！妈妈，不对，你这个外星人，快点露出你的真面目吧！什么？你太久没挨打了是吗？啊！也像超人一样快，只要是为了我们，甚至会出现无法想象的力量。真的吗？嗯，我想全世界的妈妈都拥有跟外星人一样厉害的超能力，只要是为了家人哦。电话会很贵，要聊天聊多久啊？快进去睡觉。我妈妈又要骂我了，那敏智晚安了，明天在学校见了。没错，外星人只能在电视上看到。